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钟来，今天来到网路天空，然后就是今天要介绍这一支 A1000 的麦克风，A1000，对，外形长得还蛮漂亮的其实。那今天就是要测试说这支麦克风，它如果拿来唱饶舌的东西的话，效果到底怎么样？对，那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。然后今天就是要唱的是那个 NJ116 顽童的 Just Believe。对，我们来试试看，听听看效果怎么样。他是个年轻人，所以有很多梦想。他是个发明家，在等待他的梦工厂。他不是英雄，他需要朋友捧场。他想要挖到宝藏，跟着世界一起共享。心里想着计划，他根本忘了读书。翻过围墙，知道以后不同的路。他嫌走得太慢，所以他用力的跑。他知道时间还没到，但已经准备好。他早就习惯挫折，得不到该获得。他相信蛋堡的话，这些一切都是过程。身边太多贵人来去的过客，他害怕热情不再对。大饼感到兴奋，他是最聪明的人还是最笨？不可能的任务不可能会胜任。他想要变成超人，照顾身边所有的人，可能他只是个人，但他不愿意承认。I believe I can be my hand. Don't ever lose your faith. I believe I can be my hand. So you win.其实效果感觉就是还蛮不错的啦。然后就是如果说有些可能 RC 的朋友啊，有在玩 RC 的朋友，想要就是挑麦克风、买一些设备、音效考的话，也可以就是考虑来网路天空看看。就是网路上的关键字就是网路天空，对，可以搜寻看看。那如果喜欢我饶舌的东西的话，在 YouTube 上面也可以搜寻钟来。中文饶舌就可以找到我的作品，我自己写的歌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